另外，台北市的 U Bike 据点呢，要延伸到新北市了。继首站新店大鹏华城呢，在元旦启用之后，第二波将在新店和汐止再设四站，预计年底之月底之前呢，就可以完工了。新北市新一波的试办 U Bike 的地点呢，在新店开明高职对面的宝中和品牌路口，以及汐止区公所、汐止火车站和临近国泰医院的桥东公有停车场。其中汐止的三站彼此距离都在1公里之内，渴望最先形成新北市内独立的 U-Bike 使用网络。